然后看一下这里哦，他说把它乘开之后 ，x 项系数怎么算？今天哎，把这整两次乘开嘛，什么叫两次？其实这里哦可以写成 x 平方加上 2x 减掉 x 负1次加一，再乘上 x 平方加上 2x 减掉 x 负1加一，行不行？这两个一模一样相乘，那题目说要乘起来谁？乘起来是 x 项系数，也就乘起来是几次？一次。老师问你要怎么乘？在数学当中，乘法有什么律？分配律。要乘起来一次，你看一下，这个两次要乘上多少？两次要乘上这个负一次，有没有？相乘之后，这次数相加就变一次了。所以说这两个乘起来是几？负的 x 一次。还有一次吗？没有了。再来，这一次要乘上多少次一次？一次要去乘上谁？常数下 ，2a 乘以是几？加上 2s， 行不行？再来看这个，这多少啊？题目说多少？负的 s 负一次 ，ak 负一次要乘上多少次一次？两次，它乘它，相乘次数相加变形负 x， 还有一次吗？再来，这个一要乘上几？ 2ak 嘛。可不可以？所以加上 2x 行不行？所以说整个加起来是几？ 2x。所以 x 项系数是几？ 2。OK。